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一七面第六行六行当中问这个字看起问具其所说则一尘之上离无不显事无不容，文无不实，意无不通。今时修学之途，云何小悟，大于尘处啊？顿摄群疑。这里是一段我们就先看这一段。这是大师为我们说了前面这一大段，就在一尘一微尘里面就能够看出变法界，用现在的名词讲全宇宙整个宇宙里面的性相离事因果，这个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诸法实相为我们说出来了，总不免也可以说应该有不少人听了之后他有疑惑，他会问大师在此地带他们问出来了，根据前面所说的在一尘离无不显，信离自信里面的离法性上的理，法相上的理，我们讲物理，物理是法相上的理心理，心理是法性上的理但是这个心有真心有妄心妄心在佛法里面讲是阿赖耶，真心就是自信
四无不饶。为什么？四离是一，不是二。啊，前面给我们讲得很好。四欲离，相容相舍。啊，离离不开四，四离不开离。啊，离有四心。啊，没有事，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到有理。啊，没有相，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有心。啊，它虽然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它能现象。啊，在某一种因缘条件之下，它能现象。啊，这是佛法里面常说，一念不去而有无明。啊，相宗典籍里面常讲的，无明不去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些大道理就在一微尘里面就显示出来了。啊，闻无不摄，闻是讲经文。啊，意无不通，闻跟意，意是意理。闻是前面讲的思，意是前面讲的理。由此可知，世尊要为大家说法，你看举一个尘就行了，就把整个宇宙的奥秘啊，华严奥旨啊，就说尽了。但是这个事情必须是化身大士才能够理解。设法界以下的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啊，他不能理解。啊，这一段问答好啊，但我们问的，我们这些人听了之后，很难体会。所以说，今时修学之徒，今是现在呀，啊，贤首大师是唐朝初年的人。那个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是最盛的时代，叫黄金时代。啊，高僧大德，出家的高僧，在家的大德的居士太多太多了。啊，这样的大经大论啊，称性即叹，在那个时候没有问题。啊，传到我们今天，佛法可以衰微到极处了，让许许多多人对圣教产生了误会。啊，误会由来的原因很复杂。啊，这样殊胜的东西
没有人懂了，没有人传了，你说多可惜啊！所以他提出，现代人，特别是讲我们现代，云何小悟？我们怎么能够明了？怎么能够啊？悟达，达是通达。我们能悟入，我们能通达，在一尘之处，啊，顿觉群疑，把所有一切的疑虑完全化解了。啊，世尊在世的时候确实是如此。啊，世尊能观机，应机说法了。啊，机有上中下三根，这是大分。啊，所以佛为大众讲经说法了，切机切理，不需要很多的言语。听的人他就能通达，就能够顿觉群疑。那我们现在遇到这些经典，听了之后没有办法顿觉群疑，那可能一部分的疑惑化解了，还有一部分的还不能够明了。啊，为什么？烦恼习气障碍住了。大乘教里面世尊常说，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就是疑。所以疑被列入根本烦恼，根本烦恼六条啊，它列在第五。你看贪嗔痴慢后面就是疑。严重的烦恼啊，这个烦恼不是平常的怀疑，是对于圣教的怀疑，对于古圣先贤的怀疑，那你就算遭了难了。啊，凡夫迷失了自信，哪能没有疑呢？那当然有疑惑，有疑惑是正常的。这种疑惑找谁呢？得找诸佛菩萨，得找古圣先贤啊，他们能帮助我们解决。那他们现在人不在了，人不在没有关系，他们的典籍在，他们的教诲在，如果我们对他有信心，信心表现在哪里？信心表现在恭敬。啊，印光大师常讲，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二分沉静就得二分利益，十分沉静就得十分利益。这什么道理？你有沉静心，你才能接受啊。如果你心浮气躁，啊，你向老师请教，对老师打了很多问号，对老师有很多批评，这个老师是如来下凡，这个老师是大圣大贤，
他也没有能力教你。那为什么呢？你对他怀疑了，你不能够接受他的。啊，人不怕根钝，不怕愚痴，就怕怀疑。啊，如果你愚痴不怕，啊，迟钝也不怕，你看看我们过去跟同学们在一起报告的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那愚痴啊，那人真笨呐、啊！哎，可是呢，他对地贤老法师相信，他不怀疑，听话，依教修行啊。所以地贤老法师教他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就一句。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啊，以后准有好处。他也不知道什么好处，你看他也不问，他也不会问地贤法师我念的将来究竟有什么好处，不问了 啊就依教奉行啊。啊，念了三年，你看欲知时至自在往生，好处得到了啊，往生还站了三天，站着走的。啊，走了以后第三天，地贤老和尚来了，替他办后事。一般人做不到啊！啊，地老对他赞叹呢：“你们又别出家了，啊，你这个三年呢，许许多多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不如你。”啊，从您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你成就了。啊，他靠的什么？他没有怀疑，对老师相信。啊，那我们今天学望经还原论，我们对于贤首过思这篇文章，他写的。我们对他尊敬，我们对他不怀疑啊！我们读了他的书，就是听他给我们开示，能听懂的很好，听不懂的信不怀疑，我们就得受用啊！为什么呢？依照方法去修行，清净心现前呢，就明白了。怀疑障碍你的清净心，你的心永远不清净，怀疑是染污啊，分别是波动，像水一样，这水染污啊，又有波浪，它的照见就失掉了。照见是智慧呀，啊，所以他不生智慧，他生烦恼。啊，智慧能解决问题，烦恼不能解决问题啊。啊，所以修行人最重要的是要把心定下来。啊，心定下来，头一个就不能发脾气。啊，所以大乘教里面佛教菩萨修学六大纲领，这个六大纲领叫六波罗蜜，也叫六度，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懂了啊。六度里面在手段上说，方法上说，两条主要的，《金刚经》说的特别像，特别多，特别详细。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忍辱。啊，布施是什么？放下，舍掉，
啊，学什么？我们今天讲舍名闻利呀，不要谈这个。舍五欲六尘，那是小事，那不是根本。那根本舍什么呢？根本要舍自私自利，根本要舍我执。啊，要学对立，那就得大受用了。啊，不要再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我们常常在讲习里面做报告，啊，要学对立。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为什么？我们老祖宗传统的教育，啊，自满清亡国之后到现在100年了，啊，民国今年是98年了。这2年就100年了，五代了，啊，丢掉了五代了。这个五代没有人教伦理，也没有人讲道德，所以形成整个社会的动乱，人活得很苦啊。真心没有归依处啊，没有依靠啊，啊，所以他的见解错误了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思想错误了，不相信因果报应，啊，不相信宗教，因为宗教是迷信，啊，我这个年龄，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啊，比较好一点，落后啊，啊，落后就保守啊，啊，农村里面有祠堂，有家庙，有佛庙，有道庙，有神庙，啊，农村里面的人民呢，还知道拜拜呀。还知道尊敬啊！啊，城市里面就不行了啊，所以接受了西洋先进的文明，破除迷信啊。外国人说我们都搞错了，拜祖宗也是错误的。啊，拜佛拜神更是错误的，要信他们的洋教。啊，把整个中国社会啊搞乱了。要知道，中国社会5000年来，确确实实儒释道三家的教学啊，让这个地区的人长治久安，啊，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可是。最近这100年来苦不堪言啊。啊，那么到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丢掉了。啊，我们古老的价值观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孝养父母，尊敬师长，那几千年来敬祖宗、敬神明，啊，感谢大自然、众神灵的恩德庇佑啊。华严经在前面，啊，单单讲神道，讲了40多种啊，啊，我们前面都学过啊，啊，有没有？有，山有山神，啊，地有地神，啊，大家念地藏经念得多啊，监牢地神。啊，那是阎浮提的主地神。啊，各个地区的土地，啊，我们叫土地公，南洋叫大伯公，都是属于地神的。啊，海神，啊，水神，这属于龙王。有没有？真有，一点都不假。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讲经，台东佛教联社的，讲的《阿难问世佛皆雄经》，啊，翻译的人安世高大师。啊，那我们讲。介绍安世高吧，安世高，那个安是他国家的名称，安息国，啊，世高大师，他是安息国的王子，父亲死了之后，他继承王位，做了半年，他把王位让给叔叔，他出家了，跟中国的缘很深，啊，非常聪明，很短时间。就把中国文字学会了，翻经翻得好啊！他翻的东西我们都喜欢读啊！啊，在他传记里面，我们看到他过去有个同学，前世的同学，啊，在一起修道的，他修成功了，他那个同学就做龙王去了。啊，在鄱阳湖，啊，江西鄱阳湖的龙王，啊，他到最后就渡他，啊，这个同学，他的介绍，明镜好师，是个讲经说法的法师，有智慧，啊，又喜欢布施，有福报。啊，为什么自己做龙王去了呢？啊，他在分位就是托钵的时候，托到那个菜饭不好，他心里就难过。啊，就有一点怨恨。啊，并不严重。啊，心里有一点怨恨，还是很有修养，表面上不露出来。就这么一点点原因，堕落到神道去了，那就当龙王了。啊，龙王做的时间很长啊，啊，周边1000多里的这个信徒都去拜他，都去供养他，他有福报。过去修布施嘛，很灵，有求必应啊！为什么灵呢？他过去是讲经的法师，明经好师啊，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毛病，没有成正果啊，多了就当了王
啊，寿命将要尽的时候，安世高知道啊，安世高特地到龙王庙里面跟龙王说法超度他啊，龙王很聪明，他知道他寿命到了，知道他同学要来度他，告诉这个寺庙里面的住持啊，明天有一个出家人来，好好的接待啊，他是我的同学啊，把这个寺庙里面一所有这些财产全部啊捐赠给安世高啊，安世高拿了这笔钱，在江西，就是现在的南昌，建一个佛寺，那个佛寺的功德主就是龙王，所以这江南第一个寺庙啊，佛教寺庙是共听湖的龙王出钱建的啊，所以我们要放下这，我常常讲啊，我们放下对一切人的对立啊，人对不起我，我们好心对他，他以恶意来相向，要不要原谅他？要原谅他。为什么呢？他可怜，他无知，他没有学过伦理道德，他不懂事啊，我们要慢慢去感化他，这一点重要啊。我们今天跟这些这批众生不能讲理啊，理是讲不通的，他根本不懂嘛，你给他怎么讲法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孝啊，父母给他的他说应该的啊，他长大了不知道报父母恩啊，父母好不容易把他养大，父母老的时候他不养父母，太多太多了啊，那老师更不必说了啊，师道没有了，孝道没有了，所以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原因在此地啊。那我走遍了全世界，台湾是佛地，那怎么说台湾佛地？你看台湾到处许许多多法师居士在讲经啊，大家都欢喜在一起来听经，在一起来念佛，这就是福报啊。啊，虽然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比也不如，但是我们跟全世界其他地区比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殊胜了啊，就要知道满足啊，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要知道自己向上提升啊，不能安于这个境界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道业啊，我们专修五净土，不搞其他法门。为什么呢？其他法门说难，真难啊，顿觉群疑，念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不容易啊！啊，一心一意，就像锅炉匠一样。啊，老师教我的，决定不怀疑。啊，经宗世世代代有沉船。啊，印光大师是净土宗第十四代啊，初祖东晋时代庐山慧远大师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传人啊，我们有师承啊，
对老师要相信啊，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不成就的。啊，在台湾这一个家子，60年来，念佛往生成就的人很多很多啊。啊，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你看有多少站着坐的，在台湾有站着坐的。啊，应该是有40多年。佛光山开山到现在44年。那就是46年前。啊，佛光山前2年，将军乡的一位老居士，啊，一个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走的。啊，前一次，这个，我到高雄来，中山大学校长，请我做一次讲演，我提到这张事情。啊，我下了讲台，还有几位同学告诉我，他们知道。啊，这不是假的，就在这个地区嘛，念佛站着走3年，啊，坐着走的，欲知实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有人在呀，我们不能怀疑啊。啊，听经多少没关系。有机会听，啊，听经有好处，好在哪里呢？就帮我们断疑生信，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望。啊，日常修行当中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个一定要记住，要牢牢地抓住，啊，心里头不管什么念头起来，善念也好，恶念也好。只要有念头起来，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啊，不要让妄念相续。阿弥陀佛是正念，让正念相续，不要让妄念相续，我们就成功了。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想心开意解，要想常生欢喜心。啊，那要修什么？要修忍辱波罗蜜。啊，无论是别人用什么不善的态度对我，一笑了之，绝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啊，放在身上，我们就会有怨恨，怨恨会给自己带来疾病。这错了，这个不值得。啊，最近中国大陆刘有森善人啊，大陆称他为善人，他讲病有好几片光碟流动到台湾，我们看过，讲得好啊，他讲世间人的疾病从哪里来的，疾病的根源，它是有5个：烦恼、怨恨、发脾气。你准得病，啊，注意听听，非常有道理啊。所以，如果我们说是不烦、不恼、不怨、不恨、不发脾气，它是你身体健康，你永远不会得病。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别烦恼，总保持着心平气和。啊，心是定的。啊，如果境界现前，自己控制不住了，那烦恼习气很重吗？
控制不住了，念阿弥陀佛。啊，人一句阿弥陀佛了，把它统统化解。这样好啊。啊，不要再想住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太苦了，六道轮回太苦了。人一定要有大志，有大愿，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不但要脱离六道轮回，永远要脱离十法界，这就对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希望要成佛，要成菩萨。啊，自己成就之后，再回过头来，道家慈航啊，啊，来普度娑婆世界这些苦难众生。啊，这些年我也遇到许许多多啊，用科学的话来讲，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那在佛门讲呢，就是确确实实遇到不少的一些鬼神。我曾经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你相信啊。那我相信有，所以他们就来找我。那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呢？别人他不相信，找他没用。那找他什么？话不投机，没有缘分。啊，我们相信。啊，这些年来，我们在佛门里面听一些老和尚啊，跟我们讲的一些事实。啊，往生的事实。啊，你看地仙老和尚还有一个参禅的一个徒弟。啊，死了以后去做土地公。啊，这就是什么？到鬼神道里面去了。他常常用这两个例子来比喻。你看参禅的最后当土地公去了。这个念阿弥陀佛的过路匠，你看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这值得我们警惕啊。啊，参禅的这个徒弟也很用功，很有善根。啊，不过他是半路出家，他以前结过婚，啊，有一个小女儿。啊，以后把这个就学了家出家了，出家的时候太太也不同意。啊，太太跳河自杀了。啊，那么他虽然修行不错，有护法神呐、啊。啊，太太的冤亲债主啊，找不上门呐、啊。以后年龄大了，在寺庙里面地位高了，在金山寺当了首座和尚，把这地位高了。啊，一个寺庙就像一个大学一样，住持是校长，首座和尚是教务长。你就晓得他地位很高了，啊，地位一高，皈依的也多，信徒多了，供养也多了，慢慢就傲慢的习气生起来了。这个傲慢习气一生啊，护法神就离开了，啊，他的冤亲债主找来了，是谁呢？就是他死去的太太，缠着他，啊。老师叫他去投河自杀，他去投了两次的时候都被人救起来了，他又莫名其妙啊，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金山寺啊，看到这个首座和尚啊，怎么老是要想跳河自杀啊，就把这个事情通知地老，啊，地老是他的师父嘛，所以地老就把他
带回去，啊，大金山寺带回去，啊，带回去带到这个温州，啊，以后真的在温州还是投河自杀了，啊，自杀把他尸首捞出来，啊，在寺庙里面嘛，给他做一堂佛事超度，啊，正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小女儿来了。小女儿哭哭啼啼，啊，来看老和尚。老和尚，你来什么事情啊？哎呀，他说昨天晚上他做了个梦，说你梦到什么？他梦到我的爸爸妈妈，啊，当土地公。他说今天在上任。哦，地仙老婆子马上想起来了，哦，他这个投河啊，是他从前太太投河死的，这太太阴魂不散的。追着他，把他也带去了。这一想呢，庙旁边正好有一个小土地公庙，哎，才盖好，哎，可能就是这个庙里面土地公、土地婆了。那他们两个在那去了，所以就到土地庙里做法，做超度。超度的时候，地老就想：好，既然嘛你是做土地公了，你得显个灵给我们看看，啊，让我们大家相信。就在佛寺这个座子前面呢，有一阵旋风，小旋风在那里转，转了很久，他怎么显灵？啊，他常常用这个比喻，两个例子说出来，告诉大家念佛好啊！啊。而且说，纵然你有一点名气了，不能有傲慢心呐、啊。一有傲慢心，马上堕落，那护法神就离开了。啊，护法神没有情面呐、啊，他看你真有德行，他拥护你。啊，你的德行一缺，啊，傲慢心、嫉妒心、贪嗔痴的心。这个东西一起来的时候，护法神就走了。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晓得。啊，好好的抓握，抓住现前这么好的一个缘分。啊，台湾没有任何禁忌。宗教信仰自由，啊，你拜神拜仙，没有人障碍你。对于这一切神仙，我们要恭敬，我们要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请他做佛门的护法，啊，做我们道场的护法，做我们自身的护法。这就好啊！啊，我们看他是我们的同修，是我们的同学，我们一起成就，这样就好。我们再看啊，大师这篇文章确实啊非常难得啊，他讲的这么细。你看底下接着说，且于一尘之上，何者是染？那在一尘呢，一粒微尘，什么是染？云何名净？啊，什么是净？这染净一对。何者为真呢？何者称俗？你看都是染净一对，真俗一对，生死涅槃一对。啊，什么叫在这一尘里面，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啊，说云何名烦恼？云何名菩提？云何名小尘？云何名大尘？就在一尘里面，一尘里头，这一些怎么个讲法？啊，请垂开觉，闻所未闻，先是请求。啊，垂是上对下，
垂悯、垂慈啊，开始开示。啊，决是给我做决定。啊，这个问题好啊。你看下面大师解答的，答：大智圆明，独先好而周性海啊，真圆朗现，出一尘而耀全身，万法齐备同时一计，离无先后啊，离无前后。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完全是事实真相啊。头一个条件，大智圆明，我们没有啊，我们怎么没有呢？我们本来有，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为什么没有了？现在有障碍啊。什么障碍？世尊在大乘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我们有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我们有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只要有这些东西，我们的大智圆明不见了。这四个字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六道十法界统统包括在其中，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大智圆明是如来智慧。如来是讲自性，我们自性里面有圆满的大智啊，怎么失掉了呢？佛告诉我们，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起了妄想了，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是妄想。啊，我们有分，从妄想就起分别，从分别就起执着，所以大智圆明呢，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妄念。烦恼啊，变成烦恼，变成妄念前面这四句是如来智慧德相现前了，就是恢复了我们这个这个经题里面呢妄境还原了啊。妄境还原就大智圆明。我们现在是妄，诸位记住啊，这个妄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起心动念是无明啊，叫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啊，这大乘经里面佛常讲的啊，这三大类的烦恼统统净了，忘净了就还原了，还原就大智圆明。这个时候你见到先好，就是指的微尘，就在一微尘里面，二周性海，就是圆满，圆满的
把法性还是比喻，比喻深广无际呀。啊，广没有边际，深没有底呀。啊，比喻没有办法比喻的很恰当。啊，为什么呢？还是有底啊，怎么没底呢？还是有边际啊。啊，这是形容而已，但是法性啊，确实没有边际，确实没底，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大经里面读到，啊，佛举的一尘，一尘里面有世界，啊，像我们现在所看到这整个宇宙的世界，那一尘里头有，那一尘里面又有很多微尘，每一粒微尘里头都有世界，重重无尽，没底啊。没有边际，这个事很难懂，理太深了。那事相上我们也没有法子体会，先手过失，就是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人，他讲《华严经》，讲这个十玄门，当时皇上在听呢，听他不懂啊，重重无尽呢，他对这个有疑惑。贤首过师请皇上建一个亭子，建一个八九亭啊，那就很容易了，皇上下个命令没几天这个亭子建好了。他请皇上啊，八个八九是八面，每一面呢立一个镜子，大的镜子啊，上面也放个镜子，下面也放个镜子，照做了，请皇上到亭子当中站站，你看看，你就明白了。他一到那个亭子当中一看，这个镜子里面照着他那个像着没有边际，恍然大悟，真的没有边际啊！所以现在我们用几面镜子互相照，你看那个镜子有没有边际？边际上找不到了。啊，贤首过师聪明啊，做了这么一个实验，让皇上明白了，叫真元朗现呐。啊，真元是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除一尘而要全身 啊，就在一尘里面呢，就把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啊，离世性相因果全都明白了，所以根本有智慧怎么信呢？那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信里头本有的。那本有为什么失掉？这个要懂的，就是佛讲的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
这个佛经里面常常啊，用水。你看，这都讲的都用海水吗？啊，来做比喻，啊，把我们的自信比喻做大海。这个大海，海水要是干净的，没有染污；要是平静的，没有波浪，那这个海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外面的这个景观呢，全部照在里面，叫照见嘛。你看你们念心经，观自在菩萨啊，叫照见五蕴皆空，叫照见啊，他不是用思想啊，不是想想我就明白了，不需要。一接触，这个照是讲眼一接触就明了，耳一接触就明了，凡是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用一个照字啊。为什么？它不通过意识。啊，不需要去想象，就清楚就明了。啊，那么染污，记住，执着就是染污。啊，贪嗔痴慢是染污，五欲六尘，啊，五欲是欲望，啊，指什么呢？财色名食睡，啊，六尘是讲色身香味触法，啊，这个就是把我们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全部都包括在其中的，啊，这都是染污。那波浪是什么呢？波浪是不平，所以《无量寿经》的经题上。啊，告诉我们修学的纲领是什么呢？清净、平等、觉。啊，《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选的经题，好啊！啊，他选的经题是两种原一本的经题合起来，啊，汉译的。叫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汉译的《无量寿经》的经题，啊，宋译的最后一次的宋译的是大乘，啊，这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你看他把这两个经题合起来，啊，这个合得好啊，这种汇集。汇集的自然了、啊，那没有加一点东西进去了、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德，啊，这个世出世间法都讲啊，寿命是第一德了，你要没有寿命，你全都落空了。啊，把寿命摆在第一了，啊，无量寿啊，啊，庄严就是我们讲的真善美，这是讲的果报，啊，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简简单单给你介绍，那是有圆满的智慧，无量的寿命。真善美好啊，那个地方找不到一点缺点啊，缺陷找不到啊，啊，这是果。那怎么修来的呢？啊，后面这个经题是讲的修德、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呢没有波浪。这两个重要啊，清净呢，就是我们讲的，把
执着放下了，心清净了，不再执着了。啊，把不平放下了，把傲慢放下了，心平等了。啊，把无明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绝了。你看这个题目好不好？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经题，20个字啊，把整个经宗啊显示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修清净平等处。啊，《无量寿经》里面也说得很好。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觉。我们如果自己修成清净平等觉了，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同一智慧的人，啊，这样啊，就叫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啊，智慧不现前呢，华严境界你见不到。我们今天还是在迷。没有开悟啊，我们非常幸运，我们看到佛的圣教，我们读到祖师大德的开示，我们今天渐渐也明了，这就是解悟，这不是证悟啊，我们是听佛祖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对佛对祖师有信心，有恭敬心，没有怀疑。啊，所以我们在今天不但要帮助自己，我们还有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怎么个弘法？我自己修好了，做好了，就是弘法。啊，弘法不一定上讲台。啊，我做出这个样子，在家里面孝顺父母，在学校里面尊敬老师。啊，在社会上我们能够敬重长辈。啊，能够尊敬领导，能够友爱众生，啊，凡是人皆须爱嘛，把一切众生都看作兄弟姐妹，啊，把一切老人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把小孩看作自己的子女，这是菩萨了。你真正是在行菩萨道啊，你真正是在弘法利生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要从我们自己做出来给人看，这就对了啊，不管别人懂不懂，我们只管做自己，久而久之慢慢才能感化别人。现在度众生呢，用教化不行了，教他不听你的。那从前呢，祖师大德是用教化了，现在这个时代不行了，
啊，你教他不接受，他不相信，只有用自己真诚的心行为做出来感动他，他才会相信。啊，所以这个时代啊，弘法利生有一点点难度。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老师反复的叮咛教诲啊，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求学啊，都是跪在我面前接受教诲，那是真的。我们在老师面前跪着求法，将来到你们讲经教学传法的时候不一样了，要倒过来了。你们拿着佛法跪在地下了，想送给人呢，人家未必要你的。老师这个话对我说过很多遍了，我记得很清楚啊。所以我这一生当中啊，走遍许许多多地方啊，这个弘法教学的状况就跟李老师所说的完全相同。啊，老师把话说在前面的，所以我们遇到这个境界，哎，一想老师讲过没话说。那我们得修忍辱波罗蜜，啊，我们对他是真心的，没有恶意，他怀疑，啊，他认为我们有企图，别有用心。你看，他是这个想法，为什么发生？啊，他这个观念不能改变，到最后我们只有离开。啊，离开之后，我们对这个道场，对于人事，没有一句话的批评，这个要记住。我们要以德报怨呐！啊，他对我有误会，我对他没有误会；他对我有怀疑，打很多问号，我对他没有怀疑，我一个问号也没有啊！啊，可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他慢慢发现呢，我们讲的话不是假话，是真的，真做到了。他从内心里的有感悟啊，啊，虽有感悟，为了面子问题，他不愿意说出来。啊，心里面对你也佩服，口里头决定不提。好啊，是好事啊！啊，为什么呢？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啊！再要往上提升，我相信到最后啊，他也会赞叹了啊！所以你说我们要用多大的忍耐功夫啊？这就修佛了，这就修忍辱波罗蜜。啊，我看这些对我们毁谤的人啊，侮辱的人，陷害的人，我没有把他们看作坏人，我把他们都看作菩萨，都是善知识。为什么？他来帮助我修忍辱波罗蜜的。
没有这种境界，我的忍辱从什么地方看到提升了？看不到。啊，所以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必定。啊，三人什么？自己一个，一个善人，一个恶人。那个善人恶人必定是我的老师。啊，善人呢，我跟他学善的。啊，他有一些好的地方，我想想我没有，我要跟他学习。啊，恶人是反面教材，也是我的好老师。他那些恶行，想想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是好老师啊，一样的感恩啊，一样的报答了，没有分别心啊，这就对了。你看这一善一恶就把我们成佛了，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才能成佛，才能做主啊。啊，如果我们有分别错误，我们还要怪他，那就更错了。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不能怪人，为什么呢？他没有学过伦理，没有学过道德，他不懂因果。啊，他做出一切不善的事情都要原谅他，都不可以放在心上。啊，如果放在心上，不是他错，是我错了。他没错啊。这个道理要懂啊，要懂得透啊，你才能够做得到。啊，所以自己无论在什么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人事环境里面，善人也好，恶人也好，啊，修什么呢？修自己的清净心，不被外面环境所染污。我清净心现前了，我没有高下，没有分别，我平等心现前了。啊，只要不迷惑，我的智慧就现前了，觉就是智慧现前了。啊，我们做得够不够呢？不够啊，还差得很远呢。那我们用什么做标准呢？用佛做标准。啊，究竟圆满佛果，要以这做标准。啊，那你到等觉菩萨还感觉到不够，还差一级。这样做就对了。啊，接着下面两句，万法齐必同时一计，离无前后。这个能断我们许许多多的疑惑。这个是大问题啊。从理上讲是哲学问题。从事上讲是科学问题。万法是宇宙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他告诉我，宇宙万物从哪来？自信变现出来的。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怎么生的？其必同时一计。换一句话说，也是佛门的说语，叫一时顿现。宇宙的来源，万物的来源，啊，万法的来源，就像幻灯片一样，啊，我手上拿的这个是电影，
这是电影的幻灯片，这个里面大概是一秒钟24张嘛，我这个里面拿大概是四秒钟，啊，你看一秒钟24张，它里头一个一个的，每一个就是一张幻灯片，所以电影动不动不动啊，这是真的不动啊。啊，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一张幻灯片照到荧幕上，啊，是一个照片的。再把镜头关起来，再打开，啊，第二张换了一张，它换的速度快，一秒钟换了24张，你就认为你就被它迷了，啊，认为什么呢？认为它是。他真的是在动了，一张都没动。那幻灯片打到这个荧幕里面，是不是慢慢显示的？不是，你镜头一打开，整个画面同时出现，啊，没有先后啊，啊，这叫一时顿现。啊，这就告诉我，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它升起是同时的。啊，什么时候升起呢？就是先前，没有先后啊。你说这个电影这个底片打在这个荧幕上，它没有先后，它就是这件事，一时顿现。啊，它的速度快。那么我们现前这个宇宙森罗万象的速度就跟底片一样了，哎，现在科学家也用这个做比喻，啊，我们讲经用这个方法做比喻，啊，科学家也用电影做比喻，好懂，啊，然后你再晓得物质的世界精神的世界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实这个世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多少张的这个，这是静的静物，多少张的这个画面呢？啊，这个我们读的很多了。啊，这个经文是菩萨处胎经，啊，里面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一段对话，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这我们凡夫啊，动一个念头啊，心动一个念头，佛就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啊，你看先是念头，诸位要知道这个念头呢，在法相经典里面就是一念不绝，这叫无明，就是一念不绝。几相呢？相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即时，时是阿赖耶的见分，见分也叫做转向，相分也叫做境界相。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搞清楚，一念不绝没有原因，所以它叫妄念。如果有原因，那就真的了。啊，没有原因，啊，也没有些时间，所以佛家呢，当下就是，没有先后，啊，要知道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都是从我们错觉里面产生的，啊，你
智慧圆明的时候，在这个境界上没有时空啊。那么时间跟空间在《白法明门论》里面，它排列在哪一法呢？在不相应心法啊。时间它叫时分，空间呢它叫方分啊。空间讲十方嘛啊，东南西北四维上下，那叫方分。方分是空间，时分是时间啊，排在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法用现在的名词来讲，抽象概念，不是事实啊。你看看佛法里面几千年前就讲得很清楚了，很明白了啊。弥勒菩萨回答，他说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了，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百千是十万，这是单位，32亿乘10万320兆啊。哎，这一弹指320兆个妄念，你是不是念头快？这个妄念是什么？就是电影放映机镜头的开关啊。一弹指开关多少次？开关320兆次。现在我们这个电影片，你要记得它得开关24次啊。我们现前的宇宙的时候，它的开关是一弹指是320兆次。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秒做单位啊，单位用秒。那我们这个弹指啊，你看一秒钟能弹几次啊？大概可以弹4次。那再乘上4啊，乘上4呢，那就是一秒钟妄念呢生灭多少次的？1280兆次。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有人知道，所以佛法是科学，科学是讲证据的。那谁看到了呢？大乘教里面佛说了，8地以上看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换一句话说，你有能力看到，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放下还没有看到再放下，你放下的不够啊。所以菩萨51个阶级啊，你看从摄性、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51个位次啊！啊，佛告诉我，最高层的那5个位次，他看到了。你看，8地、9地、10地、等觉，这叫佛。啊，这一共把佛包括进去了，是52个阶级。最高层那个5层看到了。他心定啊，啊，定到什么程度？就是一秒钟。这讲波动、振动，一秒钟里面振动多少次呢？1280兆次那种微弱的振动，他体会到了。八地菩萨体会到了，越往上越清楚。所以这不是假的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科学是用精密的仪器来观察啊，佛法不需要外借用外界的力量，完全用自己的清净心。心越清净，越是微细的波动它能感受到。心清净到极处啊，就是
那样微弱的波动全都清楚都明了，这是科学啊，所以理上讲是哲学啊。我学佛老师给我介绍从哲学入门，啊，方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啊，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那我们现在通过了，哎，中国人讲嘛，将近一甲子的学习，我们现在明了。佛经是高等科学啊，这个问题，宇宙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啊，也就是宇宙从哪来，我从哪里来，现在科学跟哲学都没有答案了啊。许多人相信啊，宇宙是大爆炸来的，你们相不相信啊？你要问我呢，我也相信啊。我为什么相信？因为他们在望远镜里面看到宇宙在膨胀啊。什么原因在膨胀？我知道，他不知道。我说他不相信啊。什么东西膨胀影响到外面这个宇宙呢？我们贪嗔痴慢在膨胀，你们想想对不对？现在地球上这些居民的时候啊，欲望在膨胀，欲望膨胀，所以说境随心转呢、啊，外面的环境是跟我们的念头啊有密切关联啊。我们动什么念头，外面就起产生什么变化。我们的欲望在膨胀啊，所以他看到这个宇宙在膨胀。如果我们的欲望没有了，他再去观察了，宇宙就不膨胀，就静止了，就不动了。啊，境随心转呐、啊！啊，我们今天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呢？不是按念头起来的。啊，贪心中带来什么水灾？啊，连海水都要上升。啊，贪心呢、啊？感应的这个灾难呢、啊，啊，火灾，包括现在这个气候啊，温度不断上升，什么，嗔恚呀，发脾气呀、啊，所以诸位要记住，你一发脾气，哎呦，地球温度上升了，这真的不是假的，脾气不能发了。啊，害自己害别人啊，破坏了大自然的这规律啊，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啊，愚痴风灾啊，不平啊，嗔恨嫉妒带来是什么？地震。啊，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台湾居民这1200多万人，如果我们个个都明白，个个都把嗔恚心、嫉妒心放下了，啊，平等了，台湾这个地区永远不会有地震。啊，我们个个觉悟了，不愚痴了，这个地区永远没有台风。你相不相信佛说的话？境随心转啊！所以我讲经时候讲过很多次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差别？理上讲一点差别都没有啊，事上讲差别大了
啊，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美好？世尊为我们介绍，说极乐世界的居民皆是上善之人聚会一处。那你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现在啊，哎，适得其反，我们是上恶之人聚会一处啊，他们是上善啊，人没有恶念啊，没有恶言啊，没有恶行啊，所以世界那么美好。如果我们这里居民也学他了呀，啊，我们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恶行，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念佛求生净土，凭什么求生的？心净则佛土净。你要记住，就是《无量寿经》前面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就生净土了。自自然然呢，他就感应道交吗？你跟极乐世界就起感应道交了。那明白这个道理，一点迷信都没有吧？我们修什么？就是修清净心。换句话说，就是修不发脾气。就是修的时候，不把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不善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不但不善不能放在心上，善的也不放在心上。那为什么呢？心里头，真心里面本来没有东西，放就错了。你看这个慧能大师说得很好啊。真心是什么样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本来无一物啊，善恶都没有啊。这个要知道，真心里头没有染净。连染净都没有，哪来的善恶？所以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里头，没有染净。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里头有染净。所以染净分为四层。六道凡夫里面这是染污，染污里面才有善恶。所以善恶都是染污，这个要记住。都不是清净。善恶通通不放在心上了，你的心就真的清净了。所以佛慈悲，佛伟大，在金刚经里头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你不要被佛法染污了。佛法好啊，佛法殊胜啊，把它记在心上，被佛法染污了，清净心里头没有佛法。所以啊，宗门有一句话说，这清净心什么样的？无佛无众生啊，众生是染啊，佛是清净啊。那才真正还原了，我们现在还不了原。所以我们留一个佛。佛之外呢，我们统统放下，统统舍掉，留一个佛。留个佛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只留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把阿弥陀佛放下。那就圆满了。真的还原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分两段还原。第一段到极乐世界，第二段呢再回到常寂光，分两段。所以真理要搞清楚搞明白，没有忧虑，没有后悔。清净平等觉里面
有真正的法喜啊，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啊，那是什么？那是信德啊。所以这个法喜啊，这种欢喜啊，是清净心里头本来有的啊。你只要一得清净心呢，它就现前啊，这个东西。在佛法里面比喻的是滋养身体，佛经里面常讲甘露啊，甘露是什么呢？甘露是天然的饮料，最美好的饮料，养身体啊。不但让你身体健康，而且永远不生病。啊，这是六道里面的天道。啊，那佛法比天道高得太多了。啊，诸佛菩萨用什么来养他的生命？他不需要饮食啊！啊，诸位要晓得，在欲界有饮食，到色界就没有了。啊，色界天人财色名食睡都不要了。啊，他用什么来滋养自己的生命呢？真的。他用禅定，禅悦为食，就是清净心啊，就是清净心里面的法喜欢喜啊。所以谚语有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要遇到快乐的事情，好，你一身的舒畅啊，比什么养分都好，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自性里面有喜悦，那个喜悦是滋养法身的，是滋养慧命的啊。这个要晓得，无聊，你看看智慧的能向好，一时都现前了，一时顿现了啊，没有先后啊。迷了的时候呢，烦恼业障果报也是一时顿现，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凡夫跟佛没差别了，就是觉迷不同，他一念觉，念念觉，凡夫呢，一念迷，念念迷，除此之外没有差别啊。我们看下面大师给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就在一层你就见到了。前面我们提到过，业尘是依报里面最小的，正报最小的毛端，我们身上含毛，含毛端啊，也讲毛孔，正报里面最小的。实际上讲的毛端毛孔都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但是用显微镜可以看见啊，非常微细的物质啊，
底下说何以故？由此一成虚相，能异于真，即是然也。啊，这一成从哪里来的？这一成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念念成形啊，是佛所问的呢几相，用现在话就是物质的现象。这个物质现象啊，生起来了，生起来立刻就灭了。这是《楞严经》上佛所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生灭的时间你要记住，一秒钟有1280兆次的生命，它就速度这么快呀！弥勒菩萨说得好啊，这种速度吧，我们没有办法执着它。啊，你还没起心动念，它已经没有了，它灭掉了。啊，它念念相续，你看的是相续相。啊，这个相续啊，还要加上两个字，叫相似相续相，它不是真的相续相。真的相续相，前念跟后念是完全相同，这个叫相续，不同。像我们这个电影底片一样，没有两张是相同的。啊，所以是相续相似相续相，啊，不是真的相续。真的跟你讲，张张是独立的。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啊，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弥勒菩萨说的清楚啊，啊，念念成形，形是物质现象，形皆有实，实是精神现象，啊，就是见闻觉知，受想行识。啊，在这个一真法界里面有见闻觉知，在十法界里面呢还有受想行识。啊，超越十法界，受想行识没有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了。那我们就晓得，像华严里面初住菩萨就没有了。啊，只有见闻觉知，没有受想行识。啊，那么受想行识是见闻觉知在迷的状况之下变成受想行识。啊，觉悟它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它是虚相，不是实在。啊，虽是虚相呢，它能够障碍你，好像眼睛长了白蚁，你看不见了。啊，它能障碍真，真是什么？真心，让你不能见性，这就叫染。你看，在一尘，啊，或者在一毛端、一毛孔里面，你就看到染尽。啊，这个就是染。由此成相，空无所有啊，就是尽。你看，还在这一尘上。你着相呢，就是染；你不着相啊，就是尽。啊，我们今天就像我刚才跟诸位同学做的报告。啊，别人来回谤我，来侮辱我，我要是把它放在心上就染了，我要根本就不在意，我不把它放在心上，那我就是净的。不至于染净，染净在不在外面？不在外面，
在自己。啊，所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到我们这个世界，他然不然？他不然。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在我们这个世间，住世80年。啊，他老人家，哎，我们中国算虚岁吧。啊，外国人讲世俗年龄79岁，圆寂，我们中国人是80。啊，住在这个世间80年，跟我们一样，他有没有染？他没有染。为什么他没有染？什么事他都不放在心上。他心里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清净心？我什么都装在身上，你说糟不糟糕？啊，谚语所谓呀，说的人无心，啊，听的人有意。说的人随便说的，听的人他装到他身上去了，他就被染污了。啊，不是有人想染污他，是他自己染污自己。啊，这也是我们常常劝导同学的。啊，我们既染污变成习惯了嘛，那什么都放在心上嘛，那你要是觉悟，装人家好的东西，别装坏的。啊，装好的还能讲得过去吗？把人家恶的不善的人统统都装进来，你不是把你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你高明吗？那别人什么坏东西的时候你统统都收起来，你是别人的垃圾桶啊。你看良心变成别人垃圾桶，谁错了？自己错了。别人没有往你这个良心里头丢东西啊，没有啊，你是收啊，你拼命接收啊。那如果你不接受他的话，你永远保持自己的良心要做好。啊，收好的，啊，好的，佛法是好的，古圣先贤教诲是好的，哎，你收这些好的，收这些好的，你能够得受用。但是你要知道，用完之后要把它丢掉。用完之后你还放在心上，你就糟了。所以佛告明，佛不欺骗我们，佛对我们好，告诉我们法上应舍，就是佛法也要丢掉。那也不能装在心上，装在心上错了。啊，让你的心啊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里面，你看你一微尘，你在里面都见到变法界虚空界，你心里放东西就糟了，一放东西这个能力就丧失掉了。你要靠你这些资料，除这些资料之外，你自心的圆满智慧不能现前，你说你亏吃大了啊！所以这个净的意思我们懂了，哎，我们不收别人东西，就保持清净心啊！千万不要把你的清净心、你的良心啊，变成别人的垃圾桶，哎，你就错了。啊，可是我们细心去观察，哪一个人良心不是垃圾桶？都是啊，所以问题严重了。我们学佛的人聪明啊，从这里做起。啊，决定不受别人的垃圾。啊，决定不受外界的影响。啊，外面来了怎么办呢？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的摆出去。啊，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是净。啊，心净则佛土净，决定得生啊，
品味高超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